在想说，曹哥，那我这样加了以后，你怎么知道要传照片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对不对？朋友那么多，我赖的朋友说真的蛮多。我的 FB 就已经有4956个朋友，可是 FB 规定只能有5000个朋友，他的规定是5000个。啊，那你超过的话，他叫你加就是组粉丝团了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厉害了，我就 FB 这样就可以了。FB 只是让我去公告一些事情。可是像我家发生的事，我不会在上面公告，我都觉得奇怪。像有些人母亲那个家长过世，他也在那边公告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像我母亲过世就过世了嘛，就低调一点就对了。公司我说说不，公司我需不需要什么帮忙？要不要成立什么諮商委员会？我说不用，我们公司有这个机制。我说不用，什么都不用，我自己搞定就可以了。这种事情很低调的就好了哈。OK 哈，那个有没有欠你们什么还没说的？有没有提出一下？都有讲哈。然后昨天应该都有接到我的简讯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有听过我唱歌了吗？